一圈又一圈的颜色，整个世界都在旋转着，无数散落在雷暴中的星星。我打开我的眼睛，发现我在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，我完全被冰冷的空气侵蚀。为什么所有人都离我这么远？朦胧的白色蒙蔽了我的双眼，一阵寂静充斥着我过度拥挤的脑。我伸出了我的双手，尝试去触碰突然出现又消失的影子，但是我永远都触碰不到你，因为你是遥远的存在，而我只是一个不值得一提的人。我环顾了我身处的房，这里空无一人，只有我一个在这里。我抬起了我沉重的头，突然发现墙里面原来有一个若隐若现的窿。我靠近这个墙，探头去看一个窿，好奇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。我见到一只蝴蝶闪过，听到风铃的叮当声，见到小朋友的影子，他们互相拖住大家的手，一起走向一个未知的未来。难道这个就是幸福的感觉？我尝试呐喊，希望有人会听到我，去救我。一次又一次，我一直在呐喊，但是我却没得到任何的反应。难道我会一直都生活在这里？我真的很想放弃，就是无数的声音都叫我不要这样想，但是我真的做不到。我觉得我的一生只能沉淀在悲伤的海底里面，我永远都会在这里，逃脱不到这个现实的世界。在一片空白里面，我又尝试看一个窿里面有什么。突然间我见到一只天使，它的翼闪耀着光芒，它一直向天空在飞，飞呀飞，我好像终于见到渺小的希望。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究竟是梦定是现实，我应该抱有希望，定是直接不期待任何东西。